1998年3月初3，军舰对失事的德安航空贝尔苏一离行直升机展开72小时的搜救行动。如果这直升机要遇上这个空难的话，掉海的话，就应该是很渺茫了。这架失事直升机是签约受伤，要求在夜间航行，进行载相关的演习，结果不幸失事坠海，造成机组人员3人死亡，是德安航空创办以来第一场飞安意外。2004年3月初3 ，MOD 开始改变观众收看电视的习惯。中华电信 MOD 数位互动电视服务的开播，就是印证政府推动绿色系统数位台湾的丰硕成果。MOD 让观众观看影片的时阵，无需要受到电视播出时间的限制，会当自由选择影片的内容。16年后的今嘛 ，MOD 用户人数已经突破200万，服务甲功能嘛愈来愈多元。观众伫收看节目的时阵，有更加侪选择。